人妻裸睡案情不单纯，小王被逮判刑两个月。高雄一名许姓男子前年七月下班回家，发现妻子在房内裸睡，他觉得案情不单纯，一问之下心碎的答案，原来妻子刚和刘姓同事黑秀完，没穿衣服就睡着了。孩子们也说看见叔叔和妈妈进房间，他气得找小王兴师问罪并录音，事后怒告小王妨害家庭。刘姓同事原本坦诚犯行，但他被起诉后翻供，变成只是去帮人妻照顾小孩，否认发生性关系。但人妻坦诚有一腿，还指证他生殖器特征，加上人夫兴师问罪时录音等证据，法官认定刘姓同事触犯相见罪，九日判他有期徒刑两个月，可一颗罚金60000元定验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来爆料，每月有赏600000，一经录用现报1000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，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万，月冠军再赏20万。你敢爆料，我敢给钱。